这是两组独立的雌激线群，我们看了这个两组雌激线群当中啊，标出了同名端。你看上面一个雌激线群淹了它的同名端的上端，而它的下端呢是极地的，下面一组线圈呢是同名端黑点呢这一点极地。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 VT2 管的基节这个线圈和 VT3 管基节这个线圈，它们的相位是不一样的，是大小相等的。那么由于这两组刺激线圈的匝数相等，所以呢它们是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一组信号啊。这个电路呢是变压器耦合的这个驱动电路啊，也就是输入变压器电路。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当三极管 VT 放大信号的时候，接电极输出信号电流流过了抽极线圈，那么抽极线圈两端感生两端的电压呢通过变压器的耦合呢分别耦合到两组刺激线圈。那么由于两组刺激线圈的匝数相等，所以得到两个刺激两组线圈上面的音频信号的电压的大小相等。那么由于同名端不同，也就是说 VT2 和 VT3 两只管子基接所接的线圈都是异名端，这样加到 VT2 这两 VT2 管子基接的信号在正半轴的时候呢， VT3 管子的基接呢在负半轴，所以当 VT2 导通的时候呢， VT3 即此。同样的道理，当 VT3 导通的时候呢， VT2 就即此。